拍手好吗？手举高一点。如梦的手，蓝天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温柔，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。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，跟着感觉走，让它带着我，希望就在不远处的。老师，我必须，我等一下用分数来表达我会对两位的敬佩。真的，我觉得你们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，什么叫做准备演唱会。你在台上的表演是很自在、很放松的，这个是很多表演者其实没有，可能因为你的经验，但是我觉得看起来还是觉得是很自然的，是很开心的。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好，这个是你表演，我觉得很棒的部分。最专业也是最敬业的一组，我们来赶快来看看他们的分数究竟有多高。先来看连燕秋的分数，请下。